大家好，我是酷晴，今天继续我们的餐饮地城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把装备换得非常非常的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武器，武器换成了一个主手的斧头和副手的光短斧，然后再配上我们之前的那个有没有？两只大鳌，可以同时攻击。剑技的部分呢，也全部换掉了，除了本来的大鳌。然后三点生命，损失的生命越多，减伤越高。然后这个是本来就有的啦，重重豆浆，还有显汤。斧头和副手的短斧在挥舞的时候，发出水冲击波，造成额外的伤害。还有最后一个是所有类型的伤害都会附带中毒效果，八秒内有64点伤害。这个本来在想要不要带血量啦，但血应该是够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进入。市政府，台北吗？左边不能去。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未来就在西门开。啊，又是你，这个超级电脑。目标即将进入里长的办公室，里长啊，戒备等级提升至蓝色，不是蓝色啦，为什么是黄色写蓝色啊？黄色有出动正规机队部队之需求，启动水银替代机一号，替代役友。哦，水银替代役采用最新型的液态金属操控技术。该机体九成由流动的金属构成，无法透过物理手段破坏。你若没有任何战争的可能，建议立即投降并接受处刑。不行，去死！我怎么可能战胜不了你啊？哦，好饿哦！呀，可恶，水银啊！哦，我先啊，要离开，要逃，要逃，要逃！原来如此，这一次是必死剧情吧？哎呦呦呦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快快快！哦，这样的追逐战也不错哎，还蛮刺激的。下，阿雷，阿雷，没有路了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就我看起来他血没有损哎，所以不是这样打。有没有打的方法？该不是必死剧情吧？怎么可能？必死也太扯了。哦，有有有，有伤害，有伤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有稍微损一点血量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情况下你？哦呦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哈哈哈，他攻击超邪恶的啦！闪！啊，可恶，会不会缠住？这个邪恶的生物，这个替代役。好，他用夹起来的瞬间呢、啊，我能够闪的方式就用那个，用冲刺的。哇、哦，小妹妹。小妹妹爱死啦！啊嘞，这个不是洛克人那个吗？我记得啊，有一对那个洛克人，好像 BOSS 他们会分解，然后变成很多个球球吧，还是正方形啊，然后慢慢的分解攻击敌人。不管了，打了，拼了！啊，又被困住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嘻。西没有血啦，都是黑色啦，一点血都没有啊！やめて、やめて西，西，啊西，不要啦，等一下啦，这叫我怎么闪啊？太夸张了，啊死了！哎呦，这怎么打呢？再试一次好了。最后一个形态啊，看的老实说不是很懂，没有任何战胜的可能性，就要先逃嘛。刚刚那边应该是战斗的场景啊，应该是没错的。而且我也损太多血了，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攻击耶。真的只剩他本体吗？好，将有确实的闪过。我在想啊，要不要带一个能够回血的道具啊？我记得还有，我记得呵呵是什么东西？我记得还有一个啊，好像是敌人打到我的那一瞬间，我可以回多少啊？6滴还多少啊？那一个打这边应该是蛮不错的。你看现在都可以打70、90有没有？但是啊，他到下一个形态的时候，我只能打他一点点血量而已。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啦、
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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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满闪，连续攻击两下，好，就是这里，这里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他的血虽然说写在这里了，但他的本体好像在左边。啊，我老天啊，好难打哦，要打也打不到。又被困住了。如果这个武器不是很好的话，那可能要换掉哎、欸。OK， 还有啊，不好意思，当猫咪从我的桌上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把东西给打翻了，超可恶的。那我们继续。啊，不行，要死要死，不要死不要死，拜托一下，哦，要死要死了，哎、欸，谢谢、欸。太扯了，这好难打哦，要死逃，原来如此，我在干嘛、啊？啊 ！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先一路先逃到那个地方，确实是可以造成敌人的伤害了，但到底要打多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先把敌人引到这边来，然后呢，打打打打，狂打他，拼了！啊，还是会被水银给缠住哎、欸，真讨厌。OK， 确实的闪掉了。可是我觉得斧头的技巧好像没有剑那么好用哎、欸，攻击是很高啦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他血损还蛮快的哦。好，下一个阶段，闪好闪好，哦，好痛好痛，牙麦，不要缠住我、哦。啊！又被缠住了，每次被缠住啊，攻击都好痛，我死了，谢谢。不能放弃啊！这次的 BOSS 战居然这么难，好，这里不要受到伤害，然后走过来，啊，还是好痛哦。如果、啊、这次再不行的话，我打算再换回我们的剑。我不确定剑会不会比较好用啊，或者是我的食材可能要换一下了，因为血损的实在是太快了。OK， 有闪好哦，这个闪好差很多。啊，又是这一招，可恶！那一个我都闪不好，很讨厌呢。又来又来又来！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，卖招卖招！啊呵呵呵。哇！要死啦！やめて！よし！好，闪闪闪！快逃快逃！槟榔，不是槟榔，这次应该是罐头吧？他走怎么那么快啊？太扯啦！好，至少现在没有损很多血啊，好痛好痛，补血，然后慢慢往上去跳跳跳跳跳，冲冲冲冲 ，yes。好，现在是血满的状态哦，这次又怎么样？啊，可恶，又是水银攻击，闪，有戏，
闪闪闪闪闪闪啊！闪，有戏！来哦来哦来哦！两次的连续攻击，他的血已经到一半了耶！意外的损的还蛮多的，可恶！闪好！他在底下的那个攻击啊，我都闪不大掉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底下会突然冒刺的那个，不是这一个，哪一个啊？也不是这个，突然就不用了。OK OK OK， 到下一个了。这一次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底下有好多球球啊！等一下是什么东西？太夸张了！哎，这个闪得了才有鬼吧？啊，但我闪掉了，去死！哦，这个真的好讨厌哦，难闪就算了。还有一大堆球球，好，继续继续，砍呐砍呐砍呐！哇，怎么这个敌人这么麻烦呢？哟西，还不死！我要打到民国几年啊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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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看看看，啊呜，扭走了 ，Honey， 看在我那么爱你的份上，过来吧，游戏，游戏游戏游戏 ，Yes， 打赢了打赢了，赞赞赞，还补两次呢，哦，等一下，这次有鬼哦，先去左边看一下，没有食谱，好的，应该只是单纯的剧情而已吧。又来啊，果然打不死。不要来啦，这次应该是要闪吧。不是，是慢慢移动的。慢慢移动类型，然后呢会攻击。好的。这个机台好烦哦。而且又痛。啊，算了，下面有水银。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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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我不喜欢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地方是它会闪掉。一直推火就打不到了，哦，好难哦，糟糕啊！水银水银水银，太扯太扯了！我起不来，我要卡住了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哎，吸也吸也吸！这次的地图怎么那么难啊？要吓死谁？不要再糟了，受不了了！哎，突然就不会往上走了，为什么？卡住了 ？Why？ 刚刚不是还是往上走吗？哎，不走了，真的，好神奇哦！为什么？加油啊，加油啊！不要气馁，好痛！休息，休息，休息，加油，加油，再下！去死！哦，好漂亮哦！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攻击啊？不过你在下面很贱呢，这样打也打不到啊！你叫我怎样？你说？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要单纯闪而已，闪好闪满应该就没事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你要骗笑哦，骗笑哦，骗笑哦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太扯了啦！这要怎么打、啊？就是从这边，不行，这里啊，一定要换一下装备。先来看一下，食物护盾三秒生命，损失越多越好。然后额外的伤害，水冲击波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毒的话还可以用。我们换一个。六秒内回六生命好了，回血类型的越多越好。
这样好了，再试一次。哇，好了，老子说斧头还可以啦，也不是说多难用，但不知道到底能够打到哪里就是了。哟西，啊哈哈，好了，这才是初期而已耶，这里才真的伤脑筋吧。好，打打打打打，有水银也没关系，先打他。哎，那个无人机真的是死前烦。加油加油加打打打！啊，回个血回个血！哇，呵呵，水银，やめてやめて，哎。他头咧？哦，在下面哦。等一下，那个先不要吃，那个很重要。等我损到超多血的时候就过去。哟西，吃！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，一次打死你！这个到底要怎么闪啊？这样闪吗？好痛好痛好痛，欸西欸西啊欸西，太扯了。可是我一定要打到他啊，不打到他我要怎么伤害他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以为那是秘密通道，不是不是。啊可恶，我卡死了我卡死了、啊。都不用动了，我死了、啊。我在画面之外。
欸，好快哦！我打超快的。水银替代役一号遭到摧毁，确认只有一台难以完成摧毁目标的任务。水银替代役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启动中，这个标太多啦！至高联合的权威不容置疑，你的存在令政府蒙羞，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将你血毁灭。不一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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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央系统遭到入侵 ，KQQ KQQ， 月图辛苦你了，我们找到他的主机了，这里有好多奇怪的按钮，我看看要哪一个才能让他停下来呢？我该格式化你的低潮吗？停啊！我的低潮很多东西，怎么都不要碰。那么你得撤回军队，军队的命令，顺便解除那些反人的雷射。我有责任在身，我代表至高联合，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，绝不向罪犯妥协。政府早就不包含在耳包机器人，读取你们无所不在的监视系统，联络你最爱的大总统看看啊。认知更新，已确认世界毁灭，终止当前的任务。至高联合垮台了。你没有继续追杀我们的意义，我的存在理由已成虚无。启动自我引爆机制有需要这样吗？准备引发小型核弹，湮灭此机构。倒数十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也没有自爆的理由啊！你先冷静一下，想想至高联合的理念是什么？至高联合的东西思想为不计一切代价、不择手段延续人类社会发展。九，无论人类无惨无人道的屠杀，泯灭人类的高压控制，入围整类人类整体的，我怎么一直结巴？必要之恶，必须执行。如今，人类依然达到了灭绝的结果，证实此信念根本上是错误的。我根据该中心思想而诞生，代表我的存在同样也是错误，必须删除。你的城市对人类的敬意是什么？你看，我们两个是亡灵之外，怎的还是人模人样的？僵尸也是。只要你拥有政府颁发的人民身份证，便可被我认定为人类。对，没错，我们都有官方的身份记录吧？系统会把我们定义成人类。整理结论中，既然你可以把我当成人类，那么人类对你而言没有灭绝，你不需要自爆。三二一位，理论解锁后还好，你们是人类，人类没有灭绝，取消自我毁灭倒数。不，根据人类人工的智慧法，我不可以独立运行。若我的上司全数死掉，只需要暂时除从身边最近的人类。这个意思是你现在听我们的？是的。给予你们两个办公室的权限，你们已经获准进入。耶、yeah, 欸！这次打超顺的，我换一个装备啊，整个都不一样嘞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一次的装备是都道具吧？啊，武器啦，看武器就好了。武器换了一个主手的针筒，是高速的匕首武器，十秒内有700点伤害，然后还有一个超强的黄光剑，这个黄光剑是超强的，连续的伤害很高。Open, yes, 终于能够回去了啊！好辛苦哦，快累死了。啊嘞，哦，我回来是回来了，这里吗？嗯，屏障。那我应该回到哪里去啊？这里我已经打完了，不是吗？至高联合的办公室啊，这里哦。你们现在是我的直属上司，你拥有指挥我的权限，我无条件服从。请问你们现在有什么需求呢？我们要调阅星门计划的所有资料，外星殖民地的位置，如何正确和他们取得联络，又怎么安全抵达对面，我们全都要知道。了解，资料搜寻中，一定没有。你怎么了，西米？我们要找到真相了。没什么，你看起来不大舒服。我发现星门相关文件接受到高等加密，需要运用超级哦。电脑暴力破解，请耐心等待15分钟。感觉这15分钟内会发生很多事情耶，还需要破解啊。在解码期间内，你们可以任意使用此处的电脑，查阅政府不顾向一般民众公开的机密资料。我想知道你们贩卖的那些营养膏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。当前营养版本极为机密，以我目前的权限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么难吃的东西还要配方，还要设成机密，我才十之八九有偷家活人。荒谬自己的指控，我难以理解。为了你总是对政府抱持如此荒谬的负面设想，我们是严厉但不邪恶啊。即便地层人口泛滥到人命的价值低于一碗白饭，畜牧活人、以养活人依然毫无效率，好惨哦。至于尸体吗？自从我们发现人类成分造成许多的居民的脑蛋白变病以后，政府就逐年减少建造使用人类尸体当材料了。
我就知道不吃是对的。这里还有食材啊，但也用不到嘞。哎，这还有下去吗？总觉得快结束了说。一二三 ，QWER。要是星门对面真的是片阳光普照的大地，要是对面真的有外星殖民地，我得知道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不是对的、错的。吉米，如果你是对的，我想愿意支持你。星门计划殖民星球相关报告读取中，读取完成，文件无内容，没有星门的资料，没有外星殖民地的资料，没有殖民星球的资料。果然还是找不到吗？反复确认不存在，一开始就是空白的。外星殖民地居然是一场骗局耶，星门都是谎言，无法证明，也无法反驳此论点。我从未深入参与星门计划。以当年的社会情境，政府为了维持民心稳定，的确有计划试图塑造一个能够令大众心安的虚构希望。然而，建造星门是政府花费大量资源的工程，为了完成星门，总统甚至不惜动摇国本，政变不可能单纯是为了稳定政权如此耗费此成本的，还是不能确定耶，那怎么办啊？吉米，我知道你还没有放弃吧？我们得再去找一下其他的超级电脑来确认。不，我已经没时间了。我本来就下定决心，就算根本找不到资料，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。金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我很想再继续陪你们，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他的灵魂要碎了，吉米，我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菊儿，我得现在去地层打开星门了。不可以，这什么逻辑？你的魔力在耗竭啊，所以要去消耗更多的魔力打开星门。你误会了你自己，不是刚刚才讨论有道结界会阻到我们通往下层吗？你现在状况根本就过不去。难道阻挡着它地层的结界，只有我的死灵法术才能破解它？我得趁我消失之前用光最后的魔力塞光它，不然大家永远都没有机会离开地层了。你到底有什么困难？现在都讲话说清楚。我本来就时日无多了，但是你们可以在卜翠回来前逃走。卜翠，不要再跟我争了，不要再扒着注定会毁灭的地方不放了。你不知道我牺牲了多少，我为了让自己可以活下来，做了愧对大家的事情，所以我要。不要，西明，不要这样。对不起，菊儿，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好想跟大家一起回到以前还开心的时候，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学徒，我想我已经把能教的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在以后，菊儿会需要你的帮助的。很感谢你愿意呼唤我的回应，降临到这个辛苦的世界，把我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去吧。请好好照顾菊儿，她很笨。等等，西米，我听不懂在说什么，别走。西米消失了啊！大家都走了。根据西米的发言，他要前往拆除阻挡在首都直达通道的灵界灵魂结界。最近的地方是雪岭、雪峰岭哦，因此西米出现在该处的几率极大。他要帮我开启电梯，方便我寻找西米。短时间内多次更换丧尸是政权不稳的象征。为了稳定社会，请竭尽将我们的丧尸回复精神稳定的状态。但是他是灵魂呢，灵魂还有办法吗？哎，还有下去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结束了。好，老实说，我不确定到底还有多长。但感觉这个地方还有延续下去的剧情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下去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可能是最后一集见了，拜拜。